中鸿兄，你无闲哦？咩？新青年编辑部，嘿嘿，袂歹哦。一边是北大文科的校长，一边是新青年杂志的老板，你是学问跟商业拢无耽误着。德杰嘛，多谢你替我找一间较好的厝，连电线拢牵好啊。哎，比我伫上海发租家一间厝，搁较开阔。哎，阿英拢是北大同学是无？除了新光吼，我拢无熟悉。先生好，先生好，先生好。这几位哦，拢是你陈董事长甲新青年的忠实的崇拜者。好啊，一下就见到这么优秀的青年。我班的新青年就是要献给恁的，以后希望恁会当较吃豆果，加提供意见，嘛希望恁以后啊，定来厝内佚佗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江辉先生，你是要把这块牌挂起来是无？是啊。你跟我讲挂在倒位，我替你挂。来，过来就好啦。先生，挂这对吧？哦，对对对对。豆豆来哦。来，等下给你。哎，看完了。好，好，安怎？较重，较重嘞。安尼嘞。会用，会用嘞，很重就好啊。来，得奖，你吧。哦，中鸿兄啊，你看一个这么清雅的所在，是不是应该把四王嘛接来？我听讲伊是北都师的毕业生，比你较了解北京啊。哎呀，等我的工课圣人才讲啦，较免哦，也做白工，袂歹。蔡先生好，蔡先生好，各位同学好，这就是编辑部。对，这还有一间西厢房。将来啊，一年交恁也是来哦，就当大家。陈大学长有伫个无？哎呦，蔡公，中鸿兄，我拄则看到新青年编辑部的牌啊挂伫个外口，我感觉比挂伫个北台还佫较适合。我想讲哦，先把牌啊挂出去，打一个暗面的告示，表明咱新青年已经进驻北京，把地盘先占起来。好。而且我阁看到这么侪优秀的同学来遮，安尼就说明新文化伫北台真受拥护。是啊，我嘛想袂到，这侪同学拢介意新青年。嗯，也毋过咱也是爱较注意。你看，即届新青年发表乌色迄篇文章以后，就引来反对，褒贬不一。我知影，黄侃、高鸿明拢是新的反对派。嗯，也是这两位林书。严浩、姜太炎、姜树娇，这些拢是真有影响力的人物，咱也是要较注意一点嘛。楚公，我来北京是要来正道的。嗯、我介意正道，嘛唔忙正道。即马这社会，若阁无正道，还阁有啥物出路？你叫我来遮，唔是枉来这个意思。你的勇气，我一向真欣赏，嘛一直支持。严哥。咱无必要做一个冻结好定嘛。我安尼讲，你了解吼？多谢蔡公提醒。来来，参观者。我甲你讲，明仔载要开校务会议，研究文科改革的代志，我希望你会当来。好。蔡先生，真歹势，因为拄只聊得紧，所以较晚到。害各位先生伫个遮等遮尼久，我甲大家会失礼。请，大家请坐。中鸿兄，来，普文兄，我来北大已经半个月啊。今仔日是我头一届参加校委会，我先甲大家介绍两位新学长。这位是理科学长夏元烈先生。各位先生好，普文兄请坐。哎，这位是。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，
请坐。陈校长，在还没开会之前，我想要请教几个问题。蔡公，不知道敢不敢的？郭先生，不用客气。这样好。请问陈校长，是哪一间大学毕业的？沙稻田大学无毕业，不过有读过。哦，那呢，在哪一个学科有所专长？阁有啥物下属的著作呢？哎呀，我无用半世人，无专修过倒一门学问，更加无啥物学术的著作。不过写几本啊学术的著作是我这世人的追求。既然安尼，你是凭啥物来担当我北京大学文科的校长呢？我陈某一生追求真理，所以我愿意追随蔡先生，为再做一个新北大，做一寡能力做会到的代志。陈某有讲过，我会当试做三个月，若是无合格，我主动辞职。三个月，假使这三个月，阮北大名声扫落地。你敢担当得起啊？阁有啥物人会当担这个责任？是啊，你也无资格啊，对不？对不？当担就是啊。同兴兄，安尼讲有较过分哦。陈校长是当今文化界公认的思想家，嘛是因我蔡元培三顾茅庐的邀请，更加是教育部正式委任的。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，伊的资质无任何的问题。张副兄，郭教授，伊这个人确实讲话哦无歹意，你唔通见怪加计较，吼、哦。我淡薄含慢，不过真愿意找机会，会当甲郭教授来比试一下一寡学术上的问题。啊，好啊！我知啊，你是新文化的旗手，什么时阵比试，我随时恭候。安尼就今仔日啦。好啊，好啊，唔免阁讲啊，请坐。咱即马来讲正事，即马开会。今仔日开会的议题是改革北大教学工作。这个话题五年前是我做教育总长的时阵提出的，今仔日才真正会当开始实行。